生活是很精彩多变的，上边是慢活社区，下边是金融中心。我心想这些就是 Upper Central 的生活氛围。放假的时候想它节奏慢一点，我就喜欢被文化气息包围住的感觉。学下放慢一点，感受下中环之上的生活细节，是要对生活观察入微，对世界 keep 住好奇。我的生活和你一样，可以有很多重点。工作、休闲、繁华、慢活，全部都可以在这里发生。这里不停的演变，好像和我一起探索一样。要进步，要好奇，就会看到前面有更多目标。一个人不同的身份，就是有不同的可塑性，将不同的特质放在一起，这才是精彩，这才是体验。我和这里都是一样，在中环半山串联每个生活细节，塑造非凡格调，全新中环之上的生活国度就在这里， Cane Hill。